同董事长人选出炉，由台本董座林文渊出任，大同前董事长林国文彦任荣誉董座。荣誉董事长呢，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尊崇的礼遇者，如果有任何的需要，他愿意提供咨询。难得开放让媒体问到宝，新任大同董座林文渊和董事王光祥同框并肩，用行动驳斥先前市场派分裂传闻，也否认抛售大同股票一说，逻辑不通。眼看着大同一定会越来越好，王董干嘛要在这个时候卖股票？郑重的声明，不解释，会增加股票。从上个月大同股林会，市场派取得压倒性胜利，王光祥为首的市场派拿下七席，公司派只守住林国文彦等两席，就等董事会经营权正式转移。市场派董座早已内定林文渊，但他的多重身份也遭到质疑。总经理强的话，董事长是很轻松的，所以基本上我在台本跟东森，讲实话，我现在还蛮轻松的。所以基本上大概不会影响我太多的工作时间。林文渊看似老神在在，只是百年老店大同经营权首次由市场派夺下，是否能扭转大同形象，以及让股东获利，外界都在看。三立新闻郭玉雄雅婷台北报道。